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玩警车破例的新玩具。我们把玩具拿出来，我们有马斯提老爷车，他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。我们还有一座破桥，桥的下边有一条非常凶猛的鳄鱼。我们把赛道拼装起来吧。好啦，我们把马斯提的赛道全部拼装好了。我们让马斯提在上边跑起来吧。马斯提掉河里了，我们赶紧把它救起来。我们让斯普奇去把桥修好。好啦，桥修好了，我们让小迪士凯普出去工作吧。